많이 가져. 那你搞什么？好玩。这个虽然没有上一个很大的场景，可以。第二次，这次主要是怎么玩啊？是英雄英雄帝王的，那就是咱们的测试。 玩跑题的吗？啊，跳完然后，对面跳完。就是一个类似于那个养殖类的，就是你得不断种那个，啊，适应自己的国土，是那个。很有意思。什么？还是很有意思。 就是那种玩一个游戏，玩个三四天的时候。啊，我已经记住了，我已千七百三十。哇，好偏呐！这个蛮拼的。你累？千多回合，这他妈非常非常非常痛，是吧？还有两个小哥在跟我，跟我厮杀。给你来劲儿！差不多。 我操！两个小哥，你还觉得掐不过他？连数量都过不了，连让我占个占领的数量70%。那你他妈怎么掐不过人家？科技比我好。他力气手劲比我大吧？拿着，拿着。他力气不好。好，差不多。我只能派间谍过去各种震惊他们的。 70回合，70回合，真的我站住他车，真他妈久。你派一打没间谍过？你一个城市只有3个。我派他妈100万个间谍过，你一个城市全是他妈间谍，我操！一个城市只能驻扎一个间谍，而且间谍出来还要练。 单单会抓到我，抓了几个，抓了几个，找新的从头开始练。我真香！我来，咱下次再去。那个文明，咱们世界美术界的。哎，那个是从那个跨度走。 前一阵还玩了，我操！那刚出完，没有我们的电脑免费，我操！啊，好玩吗？那种那种游戏的电脑，可以给玩家跟开盘，一天只能24小时，24小时最快能走3百多个，一把下来，就是起码要1000回合以上才能走完。 我操！这个我刚我看这些小人都慢的，扔死了！我操！他上一代就是不同人进化，你就知道有未来，就打简单电脑，就经常就拿端着激光枪，对那些原始人拿着石斧来过来砍。我操！那你妈！吹武器他们就打，我那屋里边还有原子弹。